南投县首新乡下慈善会日前于新丰国小礼堂举办第一届里监事就职典礼，议员廖文贤也到场参与。首新乡下慈善会主要是帮助弱势团体与边缘户，帮助社会上更多需要帮助的人，让每个角落充满温暖。南投县首新乡下慈善会第一届里监事就职典礼，至终很荣幸哦，能当选我们创会理事长。未来南投县首新乡下慈善会在陈志忠的带领之下，希望能照顾我们县内更多的弱势团体以及一些丧葬没有办法我们政府照顾不到的这些社会边缘户，也希望说全国各地跟我们一样志同道合的善心人士，希望未来能够对本会有所捐款，如果有案件的话也可以报给本会，希望未来在志忠的带领之下，我们南投县市还是全台湾县市所有各地这些弱势团体还有弱势的各户会越来越少。议员黄文君表示，首先向下就是给予帮助，拉人家一把，并也感谢志工们的无私奉献。议员也呼吁大家一同来热心公益，将首先向下给予帮忙与协助。我们南投县有爱心的人士真的是超多的，现在目前在首新乡下的会员有150几位，那个捐赠物资的有300位的爱心人士，他们付出自己的爱心，无私的付出。首新乡下就是帮助人拉人家一把，首新向上就是说要求助于人，希望大家都能首新乡下来拉人家一把，送爱心送温暖给大家，说无时无刻都在你身边的保护大家。民众有时要申请中低收入或急难救助时，往往有些许难度，需要借助民间的力量，不论是丧葬费用或是物资捐赠，慈善会都会给予帮忙与协助。议员曾正言也呼吁热心民众一同来加入，一起帮助更多需要被帮助的人。直接呼吁咱所有的热心人士来个到帮站，咱人生有一个真济有的较困苦的，伫咱这个叫做较边缘区的，需要来帮忙，甚至有的伫人生最后阶段。这个丧葬费嘛，无法度来个付出，无法度来个办好真正完美的呢吼。咱来首先向下这个单位，对来个帮衬，透过各地方的热心人士来个调查，咱来个斗相共，或者是讲咱地方一挂单亲家庭需要帮忙，咱首先向下一定会来全力以赴。期盼经由活动与推广，能有更多热心人士能够一同参与，让社会更加祥和，充满更多的爱，并也感谢背后默默付出与奉献的善心人士，让善举延续下去。期盼未来弱势与社会边缘户能逐渐减少。民意新闻王国恩南投采访报道。